靠呀，为什么往前滚啊？定身术。靠腰啊，上面怎么打？靠腰嘞，还没学到呢。靠腰嘞，你不对，干烧死了哎！干那个广智晋升战怎么都不会被打晕啊？来者何人？敢来此处找我亲？靠腰，他妈的还没回完血，怎么又有一个啦？急掰嘞，哪里可以上补血啦？又是只猴子，施主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，如何？是我多虑了，只是长得像了点儿。我下一只超打这个吗？那只能说广智，你运气不好啦，准备回去还房贷啊。看一下天赋点一点，该帮你送你买单了。在下成员来了，先看你有什么招了。哦，有点意思，一招都没中，垃圾。什么小啦？干妈妈戏团哦。定身术，我先给你一棒两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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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给你一重棒，挖棍，老干，靠腰怎么这么痛？等下，有点意思，广智。哎呦，他这个是现身，哎呦，他这个要马上再接空白。痛啊！定身术，先敲一下。但其实他比大头宝宝感觉好打，但感觉好像他攻速会快一点，比较不好躲。真来不及，要再一次痛吗？不躲无缘。再一次应该就可以打赢了。我大概已经抓到他的技能了。定身术，先过去先敲两棒。干这个挖棍直接过去敲他，我是不是能用定身术跟他打？不是啊，他那个要怎么进他身啊？他没有那个击倒呢。好烫，他顺了。再接，哎，干，他这样还是中了。靠腰，为什么往前滚啊？定身术。靠腰啊，上面怎么打？靠腰嘞，还没学到呢。靠腰嘞，你不对，干烧死了哎！干那个广智晋升战怎么都不会被打晕啊？开朵，靠腰这边，哎，为什么按不了？傻小啦，靠腰嘞，不然晃神了一下。等一下，刚晃神了一下啦，还没水，喝再喝两口。你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才能 A 他啊？干，只能等定身术的时候再 A 上玩毛。那定身术，他站着的时候，这边这时候吗？站着的时候 A 一下，然后再换后腿，这样 A 一下，怎样 A 一下不对？靠腰什么东西？哎，好痛！啊，定身术。靠腰，哎，干，为什么刚定身按不了啊？不躲。你掰他妈差一小格，刚他瞄过去以为好了、欸。阿杰，有人对你很有意见，不用你那些憨仔、喔、老子在取西京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在乖乖在家里打手枪。定身，继续敲。干，其实这游戏的闪招是不是他妈一直滚，一直按空白键就好了？
干完蛋，中这一招有点痛，不能再中这一招。定身是快好了。到底杀小什么时候才能 A 他？你莫非就是大王说的那个？你莫非就是大王说的那个？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了。啊！林虚子这么凶哦！先定身，呼，开嘴。靠呀，这怎么？我干，这动作好快啊！我操嘞，他这招好快啊，这我来不及。定身，嘿嘿。还想咬人啊？定身！靠，我太没劲了。我可以变身吗？我可以变身欸。帅啊，广志！恰恰恰恰恰恰恰，刮啦！刮啦！小瞧你了。这边有宝箱吗？没有，可以走了。OK， 打破骨灰塔。敢不是说没宝箱啊？这是啥小？这你的塔位哦、喔！妈，刚谁说没有的？干，这不会是好解宝的墓碑吧？干，怎么撞一下就睡了？打完第一张，第一张打完会很久吗？会不会打到睡着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他人嘞？靠北，他自己冲下去也是啥小？人嘞啦？人嘞？靠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靠北，这是美人大青蛙啦，大小啦。这蛙鱼热的、喔。变身。呵啊，哇！太帅。烧掉！什么东西啦？哎呀喂，挂卡针！哎，地震术，先开兵。去你的笨手，又用定身！靠呀，这定身不是这样用，不然怎么用？小僧法名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。带句话给师父。肉眼凡夫求而不得，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你他妈屁话那么多，看起来就是垃圾一个啦。来啦，看你多屌啦！定身术，开枪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给你一发，照干。
敌。靠呀！一直叫这些眼镜蛇是什么东西啊？定身术。Good night.